圣诞节这天，上去幼儿园，带着三十名学生到故宫南面，带上家己设计红仔考装扮，佮跳出精彩的舞蹈表演。馆长王章良嘛特别换上圣诞服装，和囡仔游客做伙来跳舞，并且送圣诞礼物，很有气氛是温馨的快乐。大家圣诞节快乐！今天我们的小朋友特别到嘉义最重要的文化设施就是故宫南院。那我刚刚问小朋友来过故宫南院的举手，哇，超过八成。那可见故宫南院跟我们在地的小朋友的关系啊是非常的密切啊，他们都来过。那今天刚好圣诞节，那特别到这个地方来跟所有的小朋友发圣诞礼物。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文化设施跟所有的嘉义县的小朋友，那故宫南院就是最好的圣诞礼物。我们希望大家多多来参观，一起来感受文化跟整个所有的世界文明在这边所展示出来，给大家的一个震撼力。王章良讲，故宫南院是嘉义县重要的观光所在，并且是文化艺术教育的学习基地，结合着故宫的展览，让遮囡仔感受到艺术的美感。借由这届活动，也能展现出因的学习成果。大洋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